切断。妈的！干什么你？大白天的耍流氓！姑娘。大哥，我你什么鸟？大哥，你误会我了。刚才你的车流窜了，是我帮你拉的手刹。什么？你拉的手刹？我看你啊，分明就是想偷我的车。大哥，你真的误会我了。什么误会你了？看你这样，也不像什么好人。滚吧你！